中国女足亚运会小组赛之战终于结束。面对小组最具有威胁，同样也是卫冕冠军的朝鲜女足，姑娘们发挥极其出色，以绝对压制的姿态横扫对手晋级，不仅以三连胜首挺进实力偏弱的下半区，也打破自己面对朝鲜女足14年不胜的历史。不过比赛中却接连出现令人不解的画面，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，一次拼抢的过程中，赵荣抬脚过高，被主裁判吹罚犯规。就在大家以为主裁判会让朝鲜队直接开球的时候，他却直接掏出一张黄牌。就这样，赵荣两黄变一红被直接罚下。站在场边的贾秀全指导看不下去了，他向场边的助理裁判抱怨了几句，因为这样的判罚确实值得商榷。可事情并没有完，助理裁判将情况汇报给主裁判，主裁判随即向贾指导提出警告。接下来奇葩的一幕来了，主裁判刚转身向场地内走两步，立马折回来，这一次他直接将贾指导罚向看台。贾指导一脸懵圈，他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，迫于无奈在交代助理教练几句后，他不舍得离开场边。球迷纷纷表示炸了，完全不理解裁判一连串的神操作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对于赵荣来说，他的动作算不上犯规，而且此前他身上已经有一张黄牌，在比赛接近尾声比分没有可能被更改的情况下，主裁判应当酌情判罚。对于贾秀全指导来说，他一没有咆哮裁判，二没有做出出格动作，他只是向场边助理裁判陈述自己的观点和对不公的判罚予以申诉。如此情况下，裁判不到一分钟接连罚下主帅和大将，实在令人失望。这一分钟也是女足姑娘们遭遇到了的本届亚运会最黑色的一分钟，不过这并不会影响女足的晋级之路。在战胜朝鲜女足后，他们已经开辟了一条比较轻松的战线，就算是裁判帮倒忙，凭实力他们也能一往无前。接下来就是让亚洲开演的时候了，相信姑娘们一定能昂首阔步地走下去。